兄弟姊妹，愿主赐恩祝福你。今日我要甲你分享旧约圣经拿鸿书一章第七节 ，Nahum 1:7。上帝话甲咱讲，耶和华上帝本为善，本为好，在困难中的日子。为咱人保障、保护，故呢，伊认捌迄跩信靠、倚靠伊的人。即则的圣经则是真正会帮助、甲安慰咱每一信主的人。对咱讲，上帝是好，也甲咱讲，上帝是咱的保护者。保护咱免遇到患难危机。第三，上帝知影、认捌、相信、信靠伊的人，哇，这就是咱的福气啊！上帝不但爱咱，伊也知影、认捌咱，倚靠伊的人，所以这个信心哦，就是上帝要安慰你甲我，当咱拄到这个病毒的时阵，这个信息就是甲咱讲起，伫危险的时阵，咱通得到上帝的平安，上帝的同在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就要知影，要相信，咱所相信的上帝，伊是好的上帝。故呢，伊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。从世纪第一本的圣经第一章第一节，跟咱讲甚物呢？起初，上帝创造天甲地，即个天地所有的世界的物件是上帝创造的，毋是自然来的。所以咱知影。上帝是创造万物的上帝，故呢，咱就要知影，上帝是忠心的上帝。虽然人对伊无忠心，上帝犹原对咱忠心啊，忠心啊的上帝，咱会使结婚，信靠伊，倚靠伊。咱也要知影，相信。上帝是爱，兄弟姊妹，咱就要记得啊！上帝是爱，故呢，上帝是无所不能的。凡事对上帝都可能成就。上帝也是咱的避难所，咱的随时的帮助。上帝。也是咱的救恩，就是讲拯救咱脱离死魔，脱离撒旦魔鬼的手，来到主上帝的手。咱也要知影，上帝甲咱同在，无放弃咱，因为伊是咱的救主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当咱看十字架的时阵，咱就知影上帝是好的，因为呢，在十字架顶，咱的主耶稣牺牲伊的性命。在十字架顶，伊甲咱讲，上帝是怜悯的，上帝是爱的。所以当主耶稣死的十字架，受败状各复活，证明上帝是伟大的。上帝是好的，上帝是忠心的上帝，伊会照顾咱每一人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上帝是咱的避难所。当咱拄到痛苦的时阵，当咱拄到这个无景气的时阵，还是伫金钱的困难的时阵。啊，是当咱拄到病痛，啊，是拄到真侪的患难的时阵，
咱知影上帝伫咱的身边，伊无放弃咱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就要来学习依靠上帝，也要搁较甲上帝有较亲密的相交交陪。虽然我两礼拜啊，甲你讲起，咱甲上帝的和好，咱甲上帝的关系，这真是要紧的。兄弟姊妹，咱也要知影，主耶稣甲咱讲，伫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四节，伊讲什么呢？伊讲我是好牧人，我甲我的羊讲，我的羊就顺从我，听从我。兄弟姊妹，咱是主上帝羊啊！你讲嘛啦？有这个事，我人比羊较聪明，人会换簸箕，哪会人会起厝，人会晓换车，人会晓做生意。羊是憨憨的羊嘛，羊若是跋倒，袂晓起翻转来；羊若拍无去，就袂晓倒转来。是兄弟姊妹，人是聪明的，但是人是真愚憨的，安怎呢？因为人未晓来敬拜上帝，人来敬拜因手所做的，所以人人圣经甲咱讲，人受伤有行错路了，行唔对的路了，个人行个人的道路。以赛亚五十三章六节，但是呢，上帝和众人的罪放在我们的主耶稣的身上，当主耶稣死在十字架的时候，他无罪，怎样做罪，让我们的罪都在主的身躯上。这样看呢，我们怎样做主的羊仔，我们就要好好来跟着我们的主。主耶稣过在约翰十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讲什么呢？伊讲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捌因人，因人要跟着我，我就赐予因人永生啊的活命，因人永远袂消灭去。因为呢，人羊拢得住上帝的手。撒旦魔鬼无办法将主从咱的主的手中给咱扣杀去，除非咱家己啊要离开主的手。咱若是永远在主的手中啊，永远咱得救，永远主会保守咱每一人。所以咱也要记得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十节讲一句真正奇妙话，伊讲什么呢？人主来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兄弟姊妹朋友，你已经信主了吗？你是主耶稣的羊吗？伊是你的救主吗？所以兄弟姊妹，早起咱要再听一摆，上帝是好的。就像Nahum书第一章第七节甲咱讲，上帝是好的，每时都是好的。伊将这个恶路的歌放在我的心内，咱今日会欢喜唱诗歌来感谢主，因为这个诗歌是上帝放在咱的心内。上帝好是好的，当咱遇到最黑暗的时阵，主的光要照着咱，所以咱免惊，咱行在黑暗了。因为主耶稣是咱的光，咱若跟着光，咱就无伫黑暗了；咱若跟着主的光呢，咱就袂跌倒了。所以伊是光，伊是好的，时时刻刻对咱真好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免惊，免惊，伊要带咱头前的路，伊要保守咱安全平安。在这个病毒的时阵，兄弟姊妹，
我知影你欠债，你的心真烦恼，真惊欠债会受到这个病毒。但是兄弟姊妹，咱就要知影，上帝是好的，上帝认捌你，你是伊的子儿，你是伊的羊羹，伊是你的好的牧者，伊要赏赐咱的需要，伊永远要甲咱同在，甲咱同行，伊的永远，咱若寻求伊的国，甲伊的义啊。伊要赏赐咱所有的需要，这是伫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。所以愿主上帝赐恩祝福你，兄弟姊妹，咱信主了，无论偌侪年，还是偌滚千马路在来信主，咱要知影上帝是好的。哈利路亚！我知影上帝是好的上帝。我已经信主、侍奉主真侪真侪年了，伊无放下牧师，伊照顾牧师。等我年老的时阵，我阁健康，我阁要侍奉主，因为我知影主是好的。兄弟姊妹，我唔忘你也知影，也相信啊，上帝是好的，伊要祝福你。咱来祈祷，天父上帝。感谢感谢你，你是好的上帝，你是忠心的上帝，你是我的避难所，我随时的帮助。我的兄弟姊妹，我在这个时阵，我在这个病毒的时阵，我自然有时会惊吓，有时我惊讲会这个病毒影响到我。但是天父上帝，我知影你无放下我，你要照顾我，你要保护我，你祝福我出入平安，家庭兴旺，凡事都得到主的照顾。所以，我要将我的生命完完全全交托给你，帮助我在我的心内。就要相信上帝爱我，上帝纪念着我，上帝知影我的需要，也知影我头壳顶有几条头毛，我困，我起来，我想什么未讲的时阵，你已经知影了。所以，白上帝，你保护我的兄弟姊妹，好因会明白，会知影。你是好的上帝，忠心的上帝。你将喜乐的诗歌放在阮大人的心，甲阮同在，听阮的祈祷，奉耶稣基督至圣之名来求，阿门。